的意义，有吗？真的听过吗？对，起真的，起真，你这样子说，我昨天才刚喝酒了。好，昨天跳板啊，在我的梦里。好，好了，每次上歌都我现在很不正经，我要上班，你最好。这首歌其实我没有，我刚才练的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卡音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唱，你们就帮我唱哈，你们会唱的都可以帮我唱，大声一点啊，可以哈，好 ，OK。那边的那个台东好店找我哦。